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以来，全国人民都在团结一心抗击疫情。近日，国华娱乐网在微博发文，著名演员吴刚携家人通过武汉市慈善总会向武汉捐赠30万元，捐款用于武汉新型冠状肺炎医护人员，尽绵薄之力，我们向奋战在一线与病毒抗争的医护人员表示诚挚的祝愿和敬意。在此，吴刚希望大家在特殊时期保护好自己，注意防护消毒，远离密集集会，共同遏制疫情蔓延，众志成城，为武汉加油，为中国加油。吴刚夫妻俩不仅热心于公益，也常常在节目中秀恩爱，很多粉丝也知道他们在生活中也是被认证的模范夫妻。在吴刚一家人在香河国华影视基地做客时，基地的工作人员也看到了夫妻恩爱、家庭和睦的美好画面。王玉也留言表示支持小吴老师武汉加油，希望武汉疫情通过大家的齐心协力早日渡过难关。